大家好，我是改造原始山洞食物的赵岩。今天我们又开始把这个水泵拉到河滩上面，给它装上，看怎么样。前期的话，因为这个水泵的话，里面的叶轮片磨损太严重了，所以说水泵不能用了。刚刚把这个水泵修好的话，里面换了一套这个叶轮片。今天我们就把这里面的原来有的这个小水泵先抽出来。抽出来之后，然后再把这个大水泵再装进去。就给他出去了。这句话就行，就行，跟我这个，还挺会说。他第一个过什么？他过什么？我们送过来看麦去。你过什么？你不着。跟我转。你直接顶着，你盼着。把裤子啥家伙脱裤子？你俩那啥都问你啥？问你啥？问你啥？那太重了。太多了，哎呀，这一个菜是进口的，菜进口的。不巧啊，再给你想想。看以后的天色送，那不送，不送我吹什么才送？你大概最客气啊？哦，这不成，这得不成，不成，你那不反应是？对呀。这个大水泵总算是放下去了，现在我们把这个管子拉到这上面地这一片，试一试，要是可以的话，把这块地先浇一浇水。哎。搞了半天之后，然后抽不上来水，这个电机呢会有哼哼的声音，但是就是上不来水。
这儿转。嗯，这儿转啊。歇会儿，歇。再别整我，整我还受。来，一，哦，来。再转啊。这个里面真的来，里面那个也。这真穿啊，这不这个真出球。这不得带上。这就带上。好嘞。这个手镯子棒吗？棒撞不住吗？上面的水晶球，擦擦。打进了。这个什么？这是掐的。哎，这什么？这掐的。来来来，别上去了。耶！你们身上的枪里，这个，这个不跟着摸，一摸是摸的哈。要下雨，这月亮没，咋事？这个身上都是枪着，下。这啥？你再上来一点。啥的，你都回来去，没事没事，你先走，坐下去。一、二，来来来，来，你接什么？抽上来这个东西看了看，通上电它也不会转圈，对吧？里面整个组成不会转圈，这样的话我们只能把这个全部再卸掉，卸掉不行的话就得重新拿去修，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哎呀，这个水泵呢让我觉得诸事不顺，想着说把那个叶轮片换上之后呢，今天把它下到井里面都能用了，谁知道就出了这样的情况，电机光哼响但是不会转，这个东西隔行如隔山吧，也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线调了调也不行，所以这个只能说再继续拉去县城吧，去县城修一修看一看到底是什么问题。哎呀，真的是太不顺了，这个水把我搞了呀，这个没办法，到这一步了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。好了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视频再见。